大家好，我是梁红，我目前是世新大学大一的学生。那一开始知道这个营队是因为姑姑推荐给我，那我觉得我看了之后发现跟我大学的科系有相关，因为我本身也是读传播类别的。那我们科系其实它不太重视考试，我们比较常在上台发表，还有一些群组报告。那我觉得参加这个营队就是学到了要怎么在有逻辑的去组织自己想发表的言论，然后在台上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前两天威老师教的真的是对我来说非常实用，也非常有帮助。然后到后面的主播的体验活动，我觉得也可以让我们在临场的时候更有自信的表达出自己。我最印象深刻的内容是 Willy 老师教我们的深呼吸法，就是可以让我们在短时间内消除紧张，让自己不要因为自己压力来破坏自己每次发表的言论。所以我觉得这次营对我来说真的帮助非常多，我也会推荐给我的朋友们来参加，谢谢。